只力尽量寄逃避，尽管斗志往往也断送，不必遮掩不惊慌，从来现实实情是个梦，浮浮沉沉在这生，只会令我觉得心越冻，同在这世上一起挣扎和惊恐，成人是幻是长梦，是否对错永远也是痛，声色犬马一生中，明了难有事情可皆空，流流离离在这生，可惜是我是你的命数，忘掉了世事，彼此开心的抱拥，明知这一生可拥有，往往却欠奉，我这一生不甘心，好好天意偏作弄，现实是场梦，梦哪里会有我美梦，无谓再发梦，无谓再心动，只管开心的抱拥，明知这一生可拥有，往往也扑空，求我这一生不担心，好好天意偏作弄，现实是场梦，梦哪里会有我美梦，无谓再发梦，无谓再心动，世间岂可有美梦。我真搞不清楚你妈怎么生你的，怎么这么蠢呢？哎，普通蠢了。我要是带其他人去一定没事，我告诉你。好，以后别带我上去了。哎，老哥老哥怎么了、哎、所谓生不入官府，死不下地狱。我今年真是流年不利，我年初去拜过黄大仙，在那儿求了签呢，可真灵验。总之一句话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，我死定了。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啊。刚才警察已经告诉我了，现在替你办理保释手续。是吗？办好了就可以走了。办得好可以走，办不好就完蛋了。你们两个搞什么鬼，无缘无故去抢劫。你真以为我们去抢劫？你一向知道我的为人呢、啊，你信我去抢劫吗？跟你共事这么久，应该清楚。你不清楚，文初更应该清楚。文初从小看我长大的，这次我为正式药厂真是奋不顾身呢、啊。忠心这两个字把我害惨了，就这两个字。跟药厂有什么关系、啊？哎，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呢，就是忠心。为了忠心呢，我们就去对方药厂买通那个经理，买通他之后呢，就把701生化水药方买回来，就大功告成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可以搞好公司的生意嘛。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，你们两个真是人头猪脑，不丢人的事不做。哎呀，展鹏啊，你就先别骂他们了，想办法救人呢、啊。黄律师啊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现在警方控告，告他们俩三项罪名：第一，意图抢劫；第二，伤人。第三，盗窃。这不会啊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，真是冤枉啊。怎么会啊，怎么会啊。那怎么办，展鹏啊，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呢、啊、我现在不是帮他们请了律师了吗，还怎么办啊。坦白说，这件事我会尽力而为，但是证据确凿，我想打赢的机会是很渺茫的。你完了完了，我完了。这样我会不会坐牢啊？如果罪名成立，大概要坐一两年。我疯了，我疯了，坐两个月我都受不了，坐两年，正是没我两年怎么行呢？浩浩没我两年怎么行啊？陆家没有我两年怎么过啊？老兄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你不帮我，我真的死定了。我怎么帮你啊？我又不是法官，我能做主吗？早叫你们两个别到处惹是生非，偏不听，现在出娄子了，我还怕影响我们正式的名声呢。叫你们两个不要乱搞一通的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捅出个大娄子了吧？啊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反正已经做了，骂他有什么用啊？对了，律师怎么说啊？律师说机会很小，不过他会尽力而为，他当然这么说了。喂，喂，千万别告诉浩浩，他关心我，我不希望他担心呢，否则他睡不着吃不下，我就过意不去了。可是他早晚也会知道啊。知道再说吧，瞒了多久就多久吧。任何情况之下，大家记住，不准提。16、17、18，嗯，
跟猪头肉呢吃了18顿饭，就有18个金币。嗯，钱呢可真容易赚呢。浩浩，浩浩，你干什么嘛？整天跟呆头鹅一样的。嗯，没什么。没什么？你别骗我了，你一定有心事。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，一定有事情不告诉我啊！快点说啊，说嘛，快点说了，我不想说。哎呦，那我们两个人谁会求你嘛？你还不是老是求我的，总说我呢骗男人的钱呢，又说我随便什么啦，我还不是什么都告诉你了。那大不了呢，大不了我发誓了，我一定不会求你的。你快点说嘛，说嘛啊！凯明，嗯，其实呢，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怪啊，我也很想去玩了，很想多点见识啊。哎呀，就好像呢，在森林里的小鸟似的，那自由自在的在森林里飞来飞去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好像森林里的小鸟那样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的吗？咦，我觉得自己好幼稚啊。什么都不会，每天一睁开眼睛啊，就对着大堆文件，下了班呢，又要回去对着甜品。哎呀，我不想这样过日子。那你不是已经习惯了吗？就是不想习惯了。那，但是你4岁就已经认识那个大土豆了，一直也没说要分手，也没说觉得他讨厌，我还以为你很喜欢他呢。以前是小孩子嘛，他像个大哥哥一样保护我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吗？我大了，我20多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怎么样。喂，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你想跟他分手？不知道啊。其实呢，我们俩在一起已经10几年了，我也不知道舍不舍得。但是你知道，我每次听见他呢，他说我们老夫老妻了。如果你喜欢小孩子呢，我们就生一窝了。咦，你不笑我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好肉麻。我真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死了算。我也不知道你想怎么样，一下子又说10几年的感情了，我真有点舍不得。一下子又说呢，我真受不了那个大土蛋，讲话呢肉麻的要死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喂，你给我一点意见吗？哎呦，这种事情你可别问我，你自己拿主意了。老彩啊，我有些事想跟你说。其实呢，我们在一起已经这么久了，你觉不觉得？我有件事呢，忍了很久了，早就想告诉你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也有件事真的忍了很久了，我想告诉你，但是我怕说出来你的心里肯定不舒服。不过我一定要说，2年要坐2年牢，我完了。哎呀，我完了完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都没了，我不行，药厂倒闭，就收买人家的药方，准备出招，谁知道呢，没出招就闯下大祸了。怎么办呢？现在人家告我盗窃，告我伤人和抢劫，我要坐牢起码要2年呢，我完了，这次我死定了。未必一定坐牢的吧。律师也这么说，2年呢，起码要坐2年呢。好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无缘无故的会这么倒霉。我知道了，我没去拜黄大仙呢，不去拜就会这么倒霉的。你冷静一点，别老往坏处想嘛。没了没了，坐完牢出来，我回药厂，人家也不会要我了。到时候工作也没了，面子也没了，移民也别想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没了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怎么会没有呢？连老婆都没了。你还有我。是吧？我在你身边支持你吗？那我们一起想办法啊。振丹呢？你说过振丹很疼你的，那如果他肯出面向法官求情，说几句好话呢，我想会有点帮助的。人家有面子嘛，
这么说，他在黑白两道是不是也很吃得开呀？是啊。再说呢，他在这行也是龙头老大嘛，他出面找对方谈谈，容易说话。嗯，说不定对方肯庭外和解呢。是啊，是啊，那就不成问题了。是啊，人家闭关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为了一个无名小卒的小职员而出来呢？一定不行的。喂，你怎么说都行了，完蛋了，罗彩呀，没办法了，这回死定了。娜娜，就算你真的坐牢呢，我也会天天来看你的。那如果不能够天天来探监呢，我也会每天写一封信给你，总行了吧？啊？啊！幸亏有你在这儿，要不然，如果你不在我身边，我早就跳海了。喂，我不想活了，你别傻了，你千万不要啊！你答应我，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嗯、啊！好了、我们回家去吧。我不想回家。怎么了？再陪我一会儿。嗯，来。热爱深，可笑是伤口更深；梦似真，可笑是从来不近。回夜里，我总痴痴去等，我为何伤透，却独自在追寻，我为何伤透，却并未爱别人。愿意等，可笑是一生也等。陆阿彩，你打打，你还考虑什么？打打吧，打呀。喂喂，董事长。喂，怎么了？他怎么说？他还没说话就挂上了。嗯。喂，再打一次吗？可能打错了，再打吗？来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没人听啊。打不通啊，可能把电话撂下了。不会吧？他老人家不像这么绝情的人，撂起电话很缺德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明天就要出庭了，现在还没有想到办法。这样吧，陆阿彩啊，既然他不肯听电话，我们就干脆亲自去郑家，求也好，跪也好，我们一家大小出动，希望能感动他老人家说一句话，希望他出面把这件事摆平，啊，你说好不好？不知道，随便吧。陆阿彩啊。去吧，事不宜迟啊。好吧，去。哎，文叔，怎么样，文叔？哎呀，阿才呀、啊，真是对不起啊。哎，我已经跟他说了啊，谁知道说着说着，他竟然睡着了。哎呀，我看你们不用费心了，我这位二叔呢，一定不会帮你们的，除非呢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失陪了，拜托让让。老人家，想不到老人家到现在都见死不救，不近人情，完全是无动于衷，还称他老人家。是啊是啊，陆阿彩跟我老公弄成这样，全都是为了郑氏药厂。喂，我要澄清一下，我们郑氏药厂绝对没有叫你们去抢劫杀人的啊！你们听听看啊，你们听他说什么？他没叫我们去啊，是我们自找的，我们自找麻烦。什么冲锋，什么杀敌，现在战死沙场了。是啊，这是什么话啊？为药厂我们奋不顾身，现在啊他却这样，连面都不肯露，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。喂，老人家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下来有他的苦衷的。苦衷什么苦衷啊？我们就快坐牢了，他有个屁苦衷啊？人家是有钱人嘛，怎么会把我们放在眼里？请你不要再侮辱老人家的啊。要不然我可翻脸了。还是帮自己人呢？就现在不是说谁帮谁，我这是帮理不帮亲。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坐过牢，你还在拍马屁？谁拍马屁啊？就是拍马屁。再说一句，谁拍马屁？就是拍马屁。成天的拍马屁。管你们谁拍谁，马上给我滚。陆阿彩先生，你说你这次到上面是负责买药方，对不对？对，也就是帮公司办事了。是。我想请问你，你这次行动有没有经过公司的批准呢？没有，因为我这次上去主要原因是为了老人家。关于老人家，我应该解释一下啊。这位老人家呢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大老板，而我和老人家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的微妙。我们呢是像两叔侄，或者是跟父子一样。对不起，
总之一句话，我这次上去完全是为了他老人家。你根本在撒谎。没有啊。其实你和第二被告这次是有预谋，并且是特地去抢劫的。没有啊。你有，你有抢劫。因为你听到风声，有批新的药材到了，而这批药材包括人参呢、金钱龟等等，总值超过50万。没有啊。正因为这次你怕别人认出你们，所以你们就化了妆才去。不过后来被主任发现了，你就把他打昏。其实这次你们犯的不仅是抢劫，而还有一同谋杀。谋杀？不会的，你冤枉啊！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！谋杀耶！不会的，我怎么会抢劫？怎么会谋杀呢？李先生，你认为陆阿彩和吴仁港到你的药厂是要做什么呢？我猜他们想抢劫吧。是猜还是肯定？请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。我也是猜的。他们打扮成那个样子，没有说几句话，连瘤子都掉下来了。根据我的当事人所说，他和他的同事吴仁港去你的公司是想买701生法药水药方的，究竟他有没有说过这件事？买药方，买药方。是啊，哦，好像有啊。但是你的那份口供里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，你是说上去打劫的？什么？我没有说吗？哎呀，当时我被人打昏了头，好疼啊！我不记得说了什么，有什么忘了说了。那你现在记起来了吧？我记起来了，他说过给我10万块，神经病啊，10万块，我才懒得理他呢。接着怎么了？他打了我一巴掌，我也打他一巴掌，他又打我一巴掌，我又打他一巴掌，打着打着打火了我了，我就用手套把他铐起来了，谁知道突然觉得好痛。就不省人事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当事人陆阿彩和吴仁港并没有抢劫，而是和你谈生意谈不拢，引起争执，开始口角，然后动武，最后你们互相殴打对方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先打我的。法官大人，我问完了。第一被告陆阿彩和第二被告吴仁港被控3项罪名：抢劫伤人、意图谋杀，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哇！太好了！耶！好好！耶！真是幸运！开不开心啊？开心啊！好好，开心就亲一个了。阿彩呀，你真是好运呐、菩萨保佑你。喂，陆阿彩，果然一辈子好运，佩服佩服，沾你的光。哎，来一根吧。等一下，我们问问。好啊，哎，来一根。啊，来。哎呀，我真是想不通啊，怎么李主任会忽然改变口供呢？真奇怪啊。我管他们呢，搞了我整个上午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啊。喂，小子，有你的啊！连登哥也帮你出面，这次算你走运。谁是登哥？登哥就是那位老人家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你真走运呢、原来你有后台啊！啊，大老板也肯出面帮你，你这小子面子可真大。高手就是高手，何时出招你都不知道。所以说呢，怕的要死有什么用呢？我就从来没怕过。哎，快点！干嘛？我们快点回去。先跨火盆，再用柚子叶洗澡，然后就出发。去哪里啊？还神。快一点啊，喂。哎，来喽。快点。哎，菩萨保佑，老少平安。菩萨保佑。哎。哎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你的吧，干嘛挪开我的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来来，我们摆在这儿呢，我们这个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谢谢你啊，邓平啊，邓平，邓平。吴仁港，把香点上。哎，正在点，正在点啊。来来，快点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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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每个人都要上柱香拜拜神明啊。好，多谢神明保佑，度过危难，逢凶化吉。坏事可千万做不得啊，知道吗？来，吴仁港，喂，我那柱呢？好了，拜了神，请亲。先生，请问你这支签想问什么？姻缘。啊，恭喜你啊！菩萨说红鸾星动，喜事近了。
有多近呢？若奉犬兔佳音训，明年就是狗年，我相信等到明年立春之后啊，那就最好了。什么？明年三月？那太好了。喂喂喂，那快点去订结婚喜饼，现在有折扣。说灵就是灵，指点迷津，真是明灯啊。好好，我们就听他的话。不过打铁要趁热啊，就明年三月结婚好不好？哎，别老说这些了。凯明啊，我们去求签吧。哎呀，凯明呢、啊、你还没求签、啊、还没对对对对对、啊、求着发财签啊，贪钱鬼。你不爱钱呐、啊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走吧、请问还有哪一位要解签？喂，你到底想求什么签啊？姻缘，刚刚没听到过吗？三月份嘛。凯明，他是他，我是我嘛。菩萨说你的结拜兄弟啊很快就来了，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是啊，如果是真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谢谢雷医生。那当然了，没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喂，时间刚刚好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走了走了。麻烦你帮我解解这支签。你想问什么？问发财呗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问姻缘的。啊，问姻缘呢、啊、这支签呢表示你会静极思动，想变化。变？喂，很灵啊，我越看你越像变形虫啊，别被他传染了。喂，关你屁事啊，又不是为你。啊，先听他说，先听他说。是。然后怎么样？那照签上的解释呢，就是张良去投靠项羽，他是死心塌地、忠心耿耿一条心的，但是你呢就想甩掉他，不喜欢他，这结果。结果不需要说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听菩萨的话吧。猪头肉对你那么好，又肯在你身上花这么多钱，你们两个真是天生一对，就要他吧。你嘚不嘚不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关你屁事啊！再听下去，再听下去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呢？项羽他就在乌江自刎，就悲剧收场了。嗯，总用不着死吧？啊！哎，人家猪头肉对你那么好，你都不想要他，不死留在世上也没用了。好好，走吧，我们。好便宜哦。嗯。凯明，你干什么？哇塞！哇！浩浩，好货好货，车牌是3388，一定值不少钱呢。我看到车里面有名厂的音响了，真皮沙发了，这个人一定很有钱的。你老毛病又犯了。那你答应过我以后再也不来了？最后一次吗？你每回都说最后一次，人家很可怜的嘛。我现在只剩下6个半男朋友了，你也知道的。Raymond 呢，他现在移民了 ；Simon 呢，上大陆做生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我最大的客户呢 ，Plus 呢，在 Monte Carlo 出车祸住院了，只剩下6个半了嘛。非得增加新力军了？不准啊！哎呀，乖嘛，我最疼你了，帮我把风啊，快点快点！我不理你了。喂，浩浩啊！3388，林小姐，坐啊。怎么称呼你啊？毕姓郑。哦，郑先生 ，sorry 啊，刚才我倒车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撞碎了你的车头灯。不过我刚好呢认识一家修理厂，我帮你拿去修理啊。别这么麻烦了，咖啡也谢谢。这样，那我写一张支票给你当做赔偿了。小意思嘛。不如这样吧，这顿饭就当你的，
就算扯平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您那不是名车耶。哎，郑先生，你真是老实啊。你更老实啊，很多人撞了车早就开溜了，哪会留电话给车主要赔钱给他。说的也是啊，我这个人真的是老实人里边挑出来的，撞坏你的车子不赔的话呢，我就会觉得不对劲，心里不太舒服。对了，郑先生，你在附近上班呢？嗯。做哪行的？哎，你先别说啊，让我猜一猜看。哎，郑先生这么会说话，一定是做律师的。嗯哼。会计？不是。那一定是做医生。大部分的医生都是我的客户，请指教。正是药厂总经理。我也有个朋友在贵公司做事啊，不过他是小职员，你不会认识的。林小姐在哪做事？我呀，不一定啊，偶尔呢我炒炒股票了，炒炒房地产了，我什么都玩玩的。比我们做生意好多了。开玩笑了，怎么能跟你们大老板比呢？既然你有空，我们以后可以经常联络。我很随和的，又很喜欢交朋友，尤其和你这么漂亮的小姐。叫点东西吃吧。做蛋糕啊。喂，你猜猜看，今天那部车的车主是谁？是郑展鹏啊，他呀是陆阿彩的老板呢。他讲话呢是不太正经的，但是他呢没什么架子，看起来呢有点胖胖的，不过呢有钱人特别有气质的。干嘛嘛？还生气啊？那了不起呢，我就发誓，哎，以后呢再也不敢了，可以了吧？哎，我呢只想找一个有后盾的嘛，谁知道全部都是空心的。嗯，对不起嘛，以后不敢了，不好吗？嗯，最多嘛这样了，我帮你打蛋了，我帮你打嘛。哎，你搞什么嘛？这衣服3000块钱，你怎么洗嘛？手做蛋糕，随便上街呢买个蛋糕说是自己做的不就行了，干嘛这么麻烦？给你的，大小姐。哦，孙浩浩，你真不够朋友啊，连我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记得。喂，大小姐啊，你要知道你的生日有多伟大，前前后后早被人预定了。哦，我才不要下个礼拜呢，跟人抢来抢去。是很多人替我庆祝生日，但是我想呢，如果我突然无缘无故的翘辫子的话，我想只有你一个人会拿花来拜我的。拜托你啊，生日别说这种事嘛，快吐口水。再命啪退。喂，巧克力啊可别吃完了，是用来排花边的。知道。嗯，先数数啊，看12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嗯，17岁。还记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啊？你还敢说人家第一次做暑期工啊，你就穷搅和，弄得我工作也没了。谁叫你那个时候啊那么不够朋友啊，老是鬼鬼祟祟的躲在一边不知道在搞什么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后来还不是帮你捉弄了那个幸运王呢。是啊是啊，你居然敢打电话给他老婆，我是他的情妇。哎，
接着呢，第二天呢，我们上班的时候啊，看见他那包着个头，包的好像印度阿山那样，真好笑啊！喂，你跟他离婚了没有啊？哦，我管他的呢，我只知道啊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谁在整他的。十七，十八，十九。你还记得十九岁那年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十九岁就太棒了，我爸爸妈妈呢移民去新加坡，你妈妈呢就被你姐姐申请移民去澳洲，没人管了，乱过瘾的。喂，好在啊，如果那时候你没有搬来跟我住的话呢，恐怕呢我早就做了陆阿彩的太太了。嗯嗯，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。喂，二十一岁那年你记不记得做了什么？二十一岁，嗯，你呀这个傻瓜蛋呐，砸错了女警官的车子，害得我呢要去保释你啊。那时候我多怕。怕什么嘛，那些警察根本就不会告我的，还抢着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呢。如果你晚点来的话，我连他们上司都给调回家。贵吗？是啊，厉害了，调回家去。那当然。二十二，嗯，二十三，记不记得？二十三岁怎么样了？嗯，你最讨厌了，人家本来约你啊，在香港天星码头帮你庆祝生日的，你自己呢又傻乎乎的跑到九龙的天星码头，还向我发脾气，把我的录音机都砸坏了，我还没叫你赔给我呢。我不是气你把地方说错了，我是气你说我占人家便宜呢。别人说就可以，你说就不行。嗯，吵起架来呢，当然乱骂一通的嘛，哪会经过大脑啊？而且你啊，真小气啊，整个月都不理我，就搬出去住。那最后我还不是低声下气的来哄你？哎呀，如果我没打电话给你，还倒贴车钱，你肯回来才怪呢。是我先打给你的。喂。你没失忆吧？是我先打给你的。哎呀，你忘记了，是我先打给你的。怎么会呢？一定是我先打给你的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那年不愉快的事情呢，过去就算了。二十四，哇，你二十四岁那年啊，才真浪漫刺激呢。嗯，花都奇遇结良缘呢。那个法国人呐、啊，好英俊，好潇洒呀，多斯文，又那么浪漫呐、啊！谁知道他是个杀人犯呢？我们在跳探戈的时候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啪！哇，门突然被撞开了，原来是个老外呀！冲锋队冲进来，十几支枪呢，就对着我们，这把我给吓得连祖宗都不认得。喂，嗯，你倒好啊，为什么你一年发生的事比我？一辈子还多呢。哎呀，不要想那么多了啦，把手洗干净，尝尝你的蛋糕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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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干嘛？你这么大声啊！哎呀，丑得要命啊！这个玩意儿哪弄来的嘛？哎呦，哎呦！刚刚陆阿彩来过，可能是他摆的。你洗澡的时候呢，擦擦你的身体，擦擦你的嘎吱窝，哎呀，有简直是贴身享受啊！别说这么肉麻嘛，想起就恶心。哎呦，耶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弄掉他嘛！干嘛啊？他一片心意嘛！呀呀，我的牙刷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我用自己算了。你知不知道，真肉麻呀！我最不喜欢这种花样了。哎呀，你呀，可真难伺候啊！多少女人求都求不到呢。我那些个什么男朋友啊，每个都说曾经拥有就不错了，你还不晓得满足啊？满足？他呀，越是这样子啊，我，你知不知道我的压力越重啊？我最近啊，老是做同样的梦，梦见我和陆阿彩生了一窝小孩，大彩、二彩、三彩、四彩、五彩、六彩、七彩，全跟他一模一样，吓得我哭起来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嗯。
敏，原来这个沙滩这么美呀、啊！我们很久没在这儿散步了。不是很久，而是从来没来过这个沙滩。不会吧？我们以前每天都经过这儿。那叫什么来过？那叫横冲直撞。你每次开车都开得好快，一下子就冲过海滩，赶去医院救人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医生了，以后时间多的是。如果你喜欢，那我就天天陪你来这儿散步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每天爱你多一些，行不行？你的房子我已经帮你拍卖了，剩下的钱我帮你存到银行定期户口了，过两天就到期了，你可以用了。另外我帮你在 Montreal Park 租了一个公寓，钥匙跟地址都在这儿。还有，你别忘了礼拜三之前去税捐处啊，很多文件等着你签呢。我每个月都有按时寄钱给你 Daddy，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回过信。我爸爸他不识字吗？阿米，我们回家去吧。我跟你不同路的。阿米，其实人人误会我，我都不在乎。整件事从头到尾你是最清楚的。事实上现在东东他已经好了，你也曾经和我一起救过他，难道救人一条命也错了吗？我好累呀、啊，我不想再为这件事跟你争论了，我们已经足足争论了8年了。阿米，阿米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在这8年当中是闹了很多事，但是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救人呢、啊、帮人家嘛，我有哪件事是自私的？那不用多说，如果你只能说一件我是自私的，我不敢把你留下来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啊？我有没有？有，有件事你是绝对自私的，你对我们的爱情是绝对自私的。这个戒指你收回去吧。阿米，你成全我好不好？阿米，阿米，你当我是病人好了，我负责去治病，你负责来照顾我，我要你照顾我。阿米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呀、啊、当初我也求过你为我着想，你也是用你成全我这4个字来求我的，你记不记得啊？快点，迟到了！哎，这边好啦，你叫什么叫嘛？真是被你叫的手忙脚乱的。就是嘛，穷紧张什么劲儿啊？飞机还有2个钟头才到，早去还不是要站着等？喂，如果飞机提早到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老哥等我们呀？哇，老妈啊，你怎么穿这件狗屎衣服啊？怎么不穿我送给你那件枣红暗花对襟凤仙装啊？哎呀，好吧，我去换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换了，走吧走吧，快迟到了。哎呀，浩浩别说了，快走吧。姐，醒时就来吧，快点儿，走吧。那兄长，这个喷火岩板鸡是这家最出名的招牌菜。好了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怎么不把叶小姐也带来啊？吃这个。哦，我们分开了。安娜。哦。哦，对了，东东怎么样了？寄宿住的惯不惯？开始当然不惯了，不过现在啊习惯了。他原来吵着要来接你的，我不让他来嘛。来日方长嘛，改天我带你去看看他，摩托车而已啊，不要介意。对了，雷医生啊，你这次回香港有什么发展大计啊？那么喜欢问人发展，怎么不去贸易发展局问一问？人家也没问你。这种人专占小便宜，送个鸡头给你。哎，哎呀，真是你这个调皮鬼！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是啊，海绵呐，从小到大都很怕鸡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再瞎闹了。坐坐，来。啊，对了，兄长，这次回香港有什么发展大计啊？别怕，哪儿有发展呢？
羽山执照都被吊销了。哈，你们说，这些人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已经坐牢了嘛，坐牢还要拉我出来上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告我，不断的告我，告我的那些人不是病人，就是一些病人的家属。OK， 一个病例，那个病人很老了，都92岁了，他的家人呢说他太老了，不肯让他动手术。虽然92岁是很老，不过我的看法是他没有死，活生生没有死。我是医生，我可以决定，如果帮他做手术可以救回他的命，我一定救他。我不管他是92岁还是192岁，这个绝对不会错的嘛。对呀。OK， 后来我冒他的签名，说那个92岁的人同意做手术，终于救了他一条命。我的判断没错啊。是哪知道他们的家人知道了反而要告我。哎呀，后来呢赔了600万。哎，你们说这个世界上贪心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。会呀，没办法了，在这世界上坏人太多了，你犯不着生气也别发火啊。雷医生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为了我们东东耽误了你的前途。是啊，不关东东的事也不关你们的事，就算没东东这件事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认定了就要做。你会不会有点后悔啊？有什么后悔？我干嘛要后悔？他们以为我疯了，我后悔我疯得不彻底。我不应该告诉叶敏，女人比较心软，我不应该告诉她。如果再让我做一次，我会彻底的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医生。医生的职责是什么？是救人，救命啊，把命救回来。我才不理什么条例什么规则，我觉得最要紧就是救回病人的命，病人的命比我们的命还重要。对了，雷医生，你在香港有什么亲戚吗？有几个，不过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那你打算住哪儿啊？多此一问，兄长来香港当然住我们家了。不用了，我订好酒店了，我订了酒店了。酒店很贵的耶。哎，随他去吧，他爱住酒店就住了。哎，不过他住哪家酒店呢，我就放火烧哪家。华彩，你跟我说着玩的吧。哎，谁跟你说着玩的啊？我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叫你一声兄长呢？你别忘了当初我在美国我曾经亲你一下，又叫了你一声兄长，我不是说过就算了，我是认真的。阿才，拜托你别这么老土了。喂，老妈，这哪算老土啊？兄长，我天天盼望你，都希望你能来香港，就是希望我们两兄弟有一天能够一起捧着烧猪去拜神，在关二爷面前一起上香，并且磕几个响头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好好，你决定。好，兄长，那你们一个个给我听着。又干嘛？受人恩惠是万年计，我们要记着兄长如何呕心沥血来救我们东东，这个大恩大德啊，我们一定要牢记，知道吗？喂，后边听见没有？有点反应行不行？搞的，哎，快点抬上去，抬上去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阿弥陀佛啊，该来的来，该走的走，来自何方，归自何方？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手表戒指归当铺。哎，拜托拜托，千万别过界。没有啊，好，那就好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要不要帮忙啊？哎，不用，你走吧。哎，怎么样？不要忙，抬起来。小心点。哎，这位先生，您是不是家属？别碰啊！兄长，干什么？出去看看。兄长，别碰了，一碰就是倒一年。少废话，快帮忙！我叫你别碰啊！我说过叫你不要碰，不要碰啊！哎呀，你们劲儿太小了嘛！谁说我们劲儿小了啊？什么意思嘛？啊！来！快走开！走开！走吧，别惹这么多事啊！走吧，走开！别吵了，别吵！你们明明不够力气嘛！多一个人帮忙难道不好吗？真是的，现在什么年头了，还有这么多人迷信。
你也知道我这是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啊，大家快帮忙搬上去啊，各位帮忙啊，快点快点，尽力尽量地逃避，尽管斗志往往也断送，不必借怨不惊慌，从来现实实情是个梦，浮浮沉沉在这生，只会令我觉得心越冻，同在这世上一起挣扎和惊恐，是梦是幻是长梦，是否对错永远也是痛，声色犬马一生中